今天带的工具啊，看看这是今天带的工具，手电筒、头灯。好吧，我们看看有没有出发货，到洞里面去抓一下啊。走，我们现在进去。我们进来了啊，海水还挺深的，水还挺深的。哎，发现了一个海螺。来捕食，跑不出去了。哇、哦，把它收了。哇、哦，这个有七八斤的，收了啊。哇、哦，洞里面有回音，挺吓人的。哇，这么多蟑螂。哇、哦，哎，好吓人，这么多蟑螂。漂流来的火腿肠的皮，哎，这个把它带走啊，保护海洋环境，人人有责。哇，发现了一个红的扇贝，哇，收了啊。哎，又发现一个啊，大海螺，哇，哇，好大的肉，收了啊。收了，看看，哎，这里，哎，小海螺啊，小这个不要了，我们放了吧。这么多海螺，哇，这里都是牡蛎的壳，哇，看看，哇，蟑螂，太吓人了，哇，这么多，这个洞里看来不冷，回音很大，哎，哇，这么大一个，哇，叶子螺，哇，哇，这个一这一个都要上百块了，啊，我要收了，收了，收了啊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。